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一天给我们做的榜样，希望我们明白啊，我们拥有大慈悲的心啊，我们不但要现在在这个世界要普发大悲心、大愿心，而且我们还要超度宿世的冤结啊，宿世的冤结。不管什么事情，不想超度，你也要学会超度，你也要学会感恩，因为他们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业不是今世就能消掉的，他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不能再去造业，因为我们前世宿业还没还清，所以任何的事情都要学会一种感恩的心。人还有一种病，那就是内伤啊。你看我们的感情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别人的不理解，因为自己对别人的不理解，都会伤害自己的啊。所以你看很多的疾病，嫉妒、嗔恨、贪爱、愚痴，都会造成我们内伤。你看看长期嫉妒的人，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痛苦。你经常啊嗔恨别人，你的眼睛就会变得越来越干燥，你的肝和肠就会寸断。所以这一切跟你的身都有关系。所以菩萨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去除自己身体上的内伤，最好就是诸恶莫作。师父告诉大家，不但诸恶莫作，还诸恶莫想，不要去想，然后要众善奉行。如果身体上有一些病，可以吃些药，但是你的内伤的病，你就是要学会诸恶莫想，众善奉行。我们人还有一种病啊，那是外感。外感是什么呢？受到外面的风寒啊、湿患啊、暑啊，就是说热啊、冷啊、冷病啊、热病啊，还有风啊、寒冷啊，那这些病呢啊，就是我们说的外面对你的影响。其实这些病你都可以对付的，因为为什么呢？冷了多穿点衣服，热了少穿一点啊，注意自己保温啊，保持一定的温度啊。但是最难的就是因为外面的感悟，为外面所说的话，外面给你带来的那些伤心的事情，让你产生了免疫力降低，因为你的嗔怒，因为你接受了那些不好的、那些色情的啊，我们说啊，吃喝嫖赌，让你学的邪念了，你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你的思维就开始不正，你的眼睛就不敢看人，你好好的一个孩子就会变得颓废，这就是外感。所以像这些病应该怎么样来对治？首先管好自己的六根，控制好自己对应的六尘，慢慢的学会吃素、念经、许愿、放生。所以
有大病的人，《黄帝内经》讲，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生病了，要杜绝邪淫之事。如果这个人要生大病了，或者已经生病了，绝对不能去碰这种邪淫之事和戒杀生，一定要守戒。因为你不碰，你就是在种善根。所以很多人不懂，以为我守戒了，没吃荤的了，我也没有什么德，也没什么失啊。其实你失去的是什么？失去了跟别人结恶缘的机会。你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你结善缘的这个功德。所以你在自己的80天中，你种下了善根。所以我们要懂得念佛去作恶，就会造大业。如果你今天已经念佛了，你还去作恶，你就造了大业了。所以要避开灾祸，消除业障，这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我们人有时候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想跟别人聊一聊。学佛的人念念经啦，跟佛友之间聊一聊啦，或者呢想看一些喜剧啦，来调节自己一下内心啦，或者利用自己的情绪来转换一下。还有的人就希望跟一些正能量的人多多沟通，调节自己的情绪去除自己内心那些悲伤的传染。所以在心理学上面也讲，人在内心当中根植了一些法喜，比方说想到一些未来的帮助别人的事，想到了曾经别人帮助你的事情，你的面部肌肉，你笑一笑，而神经就会向你的大脑传递那种脑电波，那些信息，快乐的信息，让你的心情会有特别好的感觉。所以我们学佛人就是这样，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忘记自己的烦恼，你会从别人身上得到法喜的，别人对你的尊敬会造成你大脑神经的兴奋。当你能够帮助别人，别人感恩你的时候，你非常容易受到他感恩的传染和影响，变得让自己非常的幸福。所以能够经常去帮助别人的人，他的内心非常幸福。所以我们说弥勒佛他帮助了别人，他让别人法喜充满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们伟大佛陀的这种佛法的传承戒律，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你内心的一种深层次的正能量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修行，来改变自我，改变自己内心的那些愚痴。希望大家好好努力我们学佛要用心要远离颠倒梦想，实实在在的活在当下，放下自己过多的贪嗔痴慢疑，这样你才能像花朵一样，在自己内心生出莲花般的正能量，去除内心的负能量，我们才能走出低谷，迎来美好的明天。
好，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佛陀有一次回故乡迦毗罗卫城游化的时候，就是度化众生暂时呢住在城南的尼居律树的园中佛陀住在那里。佛陀呢的堂弟摩诃南居士，摩诃南居士他呢就在这一天呢来礼见佛陀，礼见佛陀就是看见佛陀行礼然后见佛陀。他对佛陀说世尊，现在我们迦毗罗卫城这个地方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繁华，我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身旁呢常有狂奔的象啊马呀，还有横冲直撞的人，那些车从你身边擦身而过，我常在想不知哪一天就会被这些狂奔的动物啦或者车啦撞死，而死前呢又仓皇的忘失了念佛陀念正法念生前所以我担心像这样的死法，我不知道下一辈子会沦落到哪一道，会出生到什么地方这个佛陀就跟他讲了，摩诃南，你不必害怕，你死后会出生到好的地方，你不会沦落到三恶道去，也不会有不好的报应。这就像一棵大树，从幼苗的时候，它如果就倾向东方生长，继续长大的时候，还是一直朝着东方倾斜的生长。那么，如果是有人一斧子砍断了这棵树，那么这棵树你觉得它会朝哪个方向倒下呢？世尊，那当然是朝东方倒下了。摩诃南，你也一样，就像有人将装满酥油的瓶子丢进了深水池里，瓶子当然会沉入水底，但那瓶中的酥油终究会浮出水面一样。摩诃南，你长久以来念佛陀念正法念生前，死后你即使身体被火化了，或者你的身体被弃之于坟场，任由乌鸦鹰鹫野狗土狼的啃食，风吹日晒雨淋，久而久之你的身体可能就化为灰尘了，但心灵因为你是经过长期的熏陶所建立起坚固的信仰和你的戒行文思布施智慧，它就会引领你的心事升华向于安乐美好之处飞去。对于结果我们不要去执着，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佛法的真谛佛陀就是告诉我们要懂得现象，那就是一个现象我们要明白宇宙它是一个整体，这个宇宙它是非常的丰富的，它蕴含着无量的生机。我们人今天肉身终究会坏，但是我们心灵的境界不会坏，
我们从小做好人做好事，我们最后一定到好的地方去。就像一棵树一样，你从小往东面长，即使倒下了它也是往东面倒。我们修行就是要严格的把自己的菩提心给修出来，就是要把自己阿摩罗氏的第九意识的佛性给找到，契合于我们八十田中的各个心念，这样你才能和佛合一这样的话你才能拥有菩萨的智慧，永远不离开菩萨的佛道啊！希望大家从这个故事当中就应该明白，我们人只要用心，只要好好的努力，一定会有这个超出的一天。佛不远人呐，而人远佛呀。佛没有离开我们的，只是我们人去离开了佛呀。佛菩萨天天让我们即心即佛，你的心像佛，佛就在你心上，你做的行为像佛，佛就在你的身上，你的语言像佛，佛就在你的口中。因为我们人迷失了自信，迷失了方向，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而人就是远佛了，所以很多人就找不到佛。所以学佛要见性，你不见性者，你不会相信佛陀；若见性者，视之为佛。所以当我们理解佛法，我们认识了佛法之后，我们才能信路，我们才能走出人间的红尘，进入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之道。好，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